的。这是蓝之蛇吧？你再摸出来。是吧？这还有嘴。就是蛇。你看，我们猜对了。啊，猜对了，真棒！这还有啊，后面。跟着他说肯定是对的，这他已经习惯了。说什么呢？嗯，这个应该是那个，是那个化妆棉吧？怎么回事？化妆棉是吧？哎，玩赖，作弊，我举报。他不一定猜的对，是那个海绵化妆。啊，对，是那个化妆蛋，美妆蛋。给大家分享一下你在蒙眼拍戏的时候的经验，是不是不看到我的时候反而拍戏心情更舒畅？就是你什么都看不到，但是其实大家也会照顾到你的那个走位嘛，就尽量也不会就是很危险这样的。当然看不到你其实还算挺开心的。好，手感不错，你摸摸。这肯定就是一个装那个玩具嘛，对吧？我还要猜猜是什么动物，对吗？猜猜是什么？这个，这个那个胶皮娃娃。有害怕的动物吗？什么？要爆了是吗？这是两个触角吗？尾巴是某种虫子的玩具，里面有水。是鱼吗？龙虾？啊，不对，这是一个水货。鱼。不是鱼，这个应该是，我不知道你的是什么，我摸摸你的。我摸摸你的。你的硬一些，嗯，我这个舒服。啊，我就觉得它应该是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老鼠。尾巴那么长。鱼。哎，我猜对了。什么鬼？耶、yeah。啊，原来是公鸡。哎，我适合演眼盲啊。你的比我的好摸好吗？你这个我已经摸出来是个鸡了，我不想告诉你了。